就见了。很有创意哦。好像都是圣徒，圣母啊，耶稣啦，圣母啊。基督教的主题，内容丰富。真的是内容非常丰富啊！咱们准备，咱们慈悲，上天慈悲，为了要跟众生结善缘，爱惜这些资源，帮忙完成任务，不要感冒，不要跌倒。